巴黎奥运会，中国国家队代表团29号还先后出席在礼宾府以及会展中心举行的欢迎会和欢迎晚宴。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访港，充分体现出国家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表示，奥运会上两地奥运健儿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狮子山精神发扬光大。 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29日傍晚到礼宾府出席欢迎会，多名特区政府官员出席。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礼宾府是香港法定古迹，是香港最高府邸。在奥运赛场上为国家争光添彩的健儿齐聚礼宾府，感到十分兴奋。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访港，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香港的重视和关爱。在巴黎奥运会闭幕不到三星期。 你们就来到香港，让香港市民有机会更距离一睹国家运动员的风采，接受香港市民的热烈祝贺。我感谢你们对香港特区的热情和支持。随后，代表团团长高志丹与行政长官李家超互赠纪念品。 最后，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出席了在会展中心举行的欢迎晚宴。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致辞时表示，代表团此次访港，相信将会进一步加深两地深厚情谊，激励更多香港青年投身体育事业，追求卓越。今天奥运会在巴黎举办，与内地和香港都相隔万里，但我们在很多直播镜头里都看到。 一个让人感动又振奋的画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不但在多个颁奖台上飘扬，更在很多赛事的观众席，由支持者挥舞着。 巴黎奥运国家队代表团团长高志丹致辞时表示，巴黎奥运会上两地奥运健儿的优异成绩将中华体育精神和狮子山精神发扬光大。香港女子重剑运动员姜敏慧，我不想输得那么难看，没打出香港精神就输的铮铮誓言。男子花剑运动员张家朗自信坦然，沉着以对的成功卫冕，无不令人。 动容赞叹，还有许多运动员虽未获得金牌，但也展现了伟大的家国情怀，践行了人生能有几回搏的豪情壮志。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